现在这个包身高度呢已经勾好了，勾完扇形花最后再勾一圈引拔针，这个包包主体部分呢就完成了。材料包里面给大家配的是两卷棉草拉菲线，这个包的高度呢我们就是把两卷线用完就可以了。这里呢我是勾了27圈，还有剩余的这个线量我们最后再勾一圈的引拔针就可以了。然后每个人手劲的力度呢是不一样的，如果说你勾的比我少的话也是没有关系，我们正常来编织呢就是把两卷线用完，这个大包高度呢基本上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来数一下这个圈数，从这个最底边这个小扇形花开始数，这是第一圈，然后第二圈呢在这边数，是这样交错着数这个圈数的。好，看一下第一圈，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。好，我按照我的手劲勾出来呢是27圈，然后你根据你自己的手劲来勾这个成品就可以了。我们就是把两卷线用完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勾最后一圈的这个引拔针。现在勾最后一圈引拔针，我们这里直接穿到下一个这个针目，然后勾线过来，勾引拔针，左边线从右边线圈里引拔过来，然后这个引拔针呢我们就不需要拉紧了，我们可以在这一针呢挂上记号扣，然后下一个这个针目穿进去，然后勾线过来，勾引拔针，再下一个针目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好，然后勾引拔针，中间小辫子的这个地方呢直接穿在这个空隙里，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勾引拔针，然后再接着这种小辫子的这个针目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勾引拔针，穿进去，勾线出来，勾引拔，勾线出来，勾引拔。好，这样这一圈呢我们勾引拔针，这样包口呢它会整齐一些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这样每一个针目呢都是穿进这个勾引拔针，然后这个扇形中间的辫子空隙里呢直接穿进去勾引拔针就可以了。然后大家这样一直勾，把这一圈呢勾到这个结束的位置。一圈勾好之后直接把这个线拉大，然后拽出来剪断，留个15厘米长就可以了。这个线呢再拽出来，我们穿上缝合针，好，然后和这个挂记号扣的这个第一个引拔的地方呢穿在这个辫子这边，直接这样穿过来，然后把线呢拉过来，再穿到最后一针，就是你随便找一个最后地方，这样都可以穿过来，就是连接的地方呢缝出来这个小辫子。我们再把这个线头呢藏在这个里面的纹理，我们这样看一下里面呢就是穿在这个线的纹路上面就可以了。从哪一边这样藏线呢都是可以的，这样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这个线呢比较密实，把它这样穿过来，然后我们可以呢自己就是打一个结，或者是说我们从这边穿过来再倒回来，隔着一根两根的线都是可以的，再往前穿一段距离，这样的话它在拽线的时候呢中间是隔着这个线的，在拉紧的时候相当于打了一个结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多穿一点距离把这个线头剪断就可以了。这个线头呢剪断，好，这个包包整体部分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缝合这个包带。